邱孝安2021年和向明娘陈天仁登记结婚，同年迎来女儿胡娇妹妹的诞生。日前两人皆证实两年婚变，邱孝安8日发文认了与陈天仁离婚，晒出一家三口合照，写下我们一直都想低调处理我们的私事，最后还是打扰了大家，真是抱歉。对于离婚一事，邱孝安直言好聚好散是我们的共识，经过讨论后共同决定换一个新的相处模式互动，恳请大家给我们时间及空间消化这个重大且艰难决定后的情绪起伏变化。从两人的社群上可见，今年一月份邱孝安晒出全家外出踏青的动态，之后就鲜少曝光家庭合照，网友也发现邱孝安近来发文都是晒出和戏剧女主角邱小涵的照片居多，部分网友直言反而是邱小涵还比较像他另一半。邱小涵表示，面对不在预期内的事情时，他通常会选择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但若遇到莫名其妙的事，他会以一笑置之的方式应对。其实邱小涵与邱孝安之前合作《必胜大丈夫》时就传过绯闻，如今再度在新戏《家有喜事》中饰演夫妻，对方当时已成为人夫。邱小涵受访时曾坦言很阿杂，因为要小心界限，但他也说过其实和对方认识十几年了，好交情不在话下，现实生活中咱们还是哥俩好，松口双方私下的真实关系。邱孝安深夜也发文吐露心声，谣言止于智者，这社会可能就像偶像周董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推理，自以为侦探，看太多柯南。